本展览以历史步道的意象，结合传统及数位的展现手法，带您走进曾经尘封了半个世纪，一直到台湾民主化后才逐渐揭露的历史真相。如右侧短诗所言：“历史曾经幽暗难明，恐惧一层深深笼罩；但民主为光源，照进尘封的档案，揭露真相，铭刻历史。”